千万不要把火锅底料直接加水就开始煮，火锅要想好吃，汤底调味特别关键。锅中加火锅底料，一勺鸡精，半勺味精，25克花椒，干辣椒，葱段，姜片，一块棒子骨，再加入开水，这样做味道更鲜，煮3分钟就可以下菜开吃了。这样做不好吃你来找我。